特别是对日本反对党得到因终结124万剂的这个疫苗这互相看出在患难中见真情，也会当看出这个阮互动这个国情虽然是无同，总是阮的正经担当，阮较慎重第二要继续十分祝福阮台湾有困难的时，阮欢喜帮助别人。当然，当咱阮欠亏的时，求助你也来供给阮，让其他的国家会当对助你的听来帮助。求助你特别关顾台湾伫目前的疫情也搁是死高不假。求助你人民是阮，阮干那只有求求你南无我靠者。阮只有我靠上帝，因为阮若我靠上帝，你凡事甲阮摆平。阮感谢你保守阮的兄弟，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拢得着主你的同在，求主你继续甲阮同个伫咧，互阮无任何人拄着恶气担当的代志。也阮伫这个时用这个科技的方式，阮有阮爱第一，组织要聚会。所以求主你也通过阮用这款的模式，会打破上帝你的话语，有缘得到主你的启示，你的灵感动阮，予阮领受你的话语，通予阮得到医治，得到勇敢，得到盼望。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顶礼拜已经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咱今日就不对四十一节开始来看，四十一节，四十一节这个所在讲犹太人因为耶稣讲我是对天顶来的这个美娘，这个犹太人就私下议论，因为因认为讲天顶的美娘是较大，迄个伫旷野的时阵，迄个天降下来的玛纳加下晡时归来的恩春，是摩西所想的，所以对着耶稣，伊伫进前咱顶礼拜查考，伊讲伊对上帝来，是对天来的这个永远活命的美丽，伫这个所在一直咧争论，所以伫这个所在因提出这款的抗议啦吼。四十二节讲这毋是约瑟的囝耶稣吗？伊的爸母敢毋是咱拢认吗？拢认爸吗？如今是怎样讲？我是对天降来。所以真地人的本性无尊贵啦吼，因前讲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这个约瑟的囝，是一个做木工的囝，伊哪有迄款诶官兵，迄款诶身份，人讲伊是对天降落来诶美娘，即上帝所降落来，所以就看见伊，四十三代耶稣就讲，恁无得因为恁。大家，恁大家无得伫即个所在议论，若毋是替我来，会白吸引我，就无有会当到我即个所在，到我即个所在伫末日，我要互伊过我。所以要当伫即个所在，伊还真有耐心，伫即个所在，甲因苦劝，爱因伫即个中间，会当了解。来接受伊，因为接受伊就是接受白上帝，接受白上帝后日。要通过耶稣基督的冠冕，予咱会当得着国话。所以四十五节先知书顶卷，耶稣继续讲，讲伫先知书顶卷有写着讲，因拢望上帝的教示，凡若听见被上帝教示来学习的，就会当到我遮来。既然听见上帝的教示来学习的，就会通到我这个所在来。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伊有开一个。真大个面积啦，吼，一个真大个灰色的地带。伊毋是讲你着马上爱安怎？总之，你若欢喜学习来听传耶稣的话，伫这个中间来进课室祷告学习来接受耶稣，这个所在加一个学习啦，吼，这个学习就会通到伫白上帝这个所在来。所以当时毋是讲伫迄个所在一头就方法，一头就安尼伫迄个所在安尼落即个定论，
啊，对哦，这是耶稣伫这个所在咧，甲咱提醒。所以耶稣嘛是永远咱有一个机会，啊，伫这个所在啊，渐渐去适应，啊，渐渐去了解，啊，啊，了解了后，知影，啊，就唔妨念咱的心，啊，伫迄个所在接纳耶稣，是对上帝过来，是对天国降落。所以这个所在讲听见未教之，啊，搁学习。啊，就通教我一个所在。所以咱若欢喜学习要进去，学习要进，要行上帝道，啊，咱就已经进入到伫迄个将来啊，迄、那个个我，迄、那个境界啊。啊，至少咱讲，这毋是讲有人看见，啊，有人看见过白，独独只有对上帝来，伊才有看见过白了吼。啊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咧讲起是对上帝来，对白来，才会当看起白；无对白来吼，我当看起白啦吼。啊，实在，我实在在甲恁讲，真个人啊有永远活。所以伫这个所在讲，咱若学习，啊，搁再来相信，啊，咱唔干呐搁活，咱就要得着迄个永远的活命。搁活有两种个经验，一种是判，判生啦吼，啊，一种判死。啊，判生判死的意思，讲一个一个是上天堂，一个落地狱。啊，总之，永远化就是各化得着这个永远的活命。啊，这个讲的永远活命，当然就是咧讲会当上天堂。所以，咱学习大光照耶稣的话来行来做，无累死无惊吓。啊，拄着挫折挫折的时阵，啊，无安尼啊软弱。啊，拄着啊大事的时阵，啊，无埋怨学习。对人的疼，对上帝的这款的敬畏啊，咱就当在迄个所在表示咱是一个忠诚的人，咱才有可能通得到永恩活。所以四十八十讲，我就是活命的美娘。耶稣的自我介绍啊，伊有真多的特色啊，这是其中啊一句话哦。伊嘛讲起我是葡萄树，我是好牧者哦，这拢是耶稣的特色啊，伊的特色。啊，对这个所在讲，我是活命的美娘，对咱来讲哦，这是一个啊非常清楚啊，嘛，予咱带来一个真大的一个盼望啊，加一个应允。活命美娘吼，等于讲啊，我是好牧者啦，我是葡萄酒啦吼，搁较清楚，吼，搁较清楚，予咱通知影讲，哎，咱若到耶稣这个所在来，耶稣就是活命的美娘，咱就用这个活命的美娘的时阵。啊，咱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吼。啊，对于四十九节，因就啊，恁的祖先吼，伫旷野啊，食过玛纳，啊，是也阁是死啊，这是对天降落的美牛，互人食了就会死。啊，这个所在是做一个对比啊，因现在咧就讲对天降落的美牛，是拢咧记摩西啊，咧伫旷野。啊，坐行的时阵，上帝对天降落的美娘，啊，当时拢认为迄是摩西行进耶稣降的，实际是上帝所降的。啊，当时迄个美娘啊，是人食了啊，过年会也会死。啊，特别咱啊，拢知影这个故事啊，伫旷野食这个玛纳，因食几十年，啊，当时因中间捌背叛，啊，所以吼，除了是约拿加这个加勒。啊！因伫行过红海，过约旦河，进入流尼甲彼个所在，阵个诶，遮个百姓六十万诶，即个看做啊，遮个洞顶吼，啊，无一个看当当然就包括暗下，包括摩西嘛无过啦吼，包括摩西嘛无过。啊，对嘛，即个所在咧，甲咱讲起，对天降落来诶美娘吼，咱若是食伊个时啊，咱就当无死。啊，搁来伫咱对天落来诶即个美娘诶时阵。啊，咱若食这个牛，咱就要永远活。啊，所以这个所在五十一站后壁中中个所在，我所属的美牛就是我的肉啦。哦，是世间人，是为着世间人的性命所想做的。伊咧讲哦，我的肉啦，吼，食我，人讲好啊，食你的肉，吃你的骨，这就话要气死的啦，吼。啊，总之啊，到伫这个所在讲，恁若食我的肉，吼，啊，啉我的血。啊！这表明主的死就到伊过来，啊后壁伊会解释，啊后壁伊会解释啦，吼！啊，咱只有正摊的时阵，嘛拢有这款的啊，牧师咧主持正摊，嘛拢会读记这
用地的维护，啊，对咱看起来阁继续改做啦，吼。啊，对啊，这个我一辈五十一站公馆一辈天降落来美牛吼，人若食这个药，食这个牛就要得到永远活。啊，我所想的美牛就是我的爸，是为了世间人的性命所想出的啦，吼。啊，这是吼，罗家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啦，吼。啊，哥林多迄、那个。哥林多前书吼七章六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六节吼，我每摆咧上正反的阵，就是拢念这句啦，吼、哦。保罗讲，我原是对主传吼，也安尼教是恁，啊、哦，这个是我的前夫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就着食，啊，就着用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翻杯讲，这个杯是真用，是我的血所得入的，恁逐摆饮的时就行来纪念我。这是牧师每摆咧主持正反的时阵。会照哥林多前书七章六节，啊，伫这个所在所讲的话，啊，伫迄个所在来主持正餐啦，吼。啊，对于五十二节，对安尼犹太人哦，就彼此争论啦，讲这个人哦，哪会当将伊的肉吼，互咱食？或者对因来讲哦，食是有影是真受伤啦，吼。当时耶稣伫头前的所在讲，恁会通学习，哦，耶稣毋是讲啊，你主持主席，啊，就来食我的肉吼，啉我的血。耶稣的时还未到，耶稣的时是当时，所以食伊的肉，然后伊食伊啉伊的血，是表示伊是定义是未过定。伊就变化，咱得到医好；伊就幸福，咱得到平安。哦，爱伊流出宝血，这一种咱的罪。对于这开始，咱才是真正食伊的肉，啉伊的血，拢是耶稣大圣从中这话来教示咱、提醒咱，诶，就是要爱咱学习，哦，爱咱学习。啊，学习这款的话语，放在咱的心内，将来耶稣就定时的时，啊，咱逐摆会食这个饼，啉这个杯，这个饼是肉体，这个杯是耶稣的血，啊，咱就是逐摆拢行咧来纪念，啊，咱对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子就到伊过来，啊，主的子就到伊过来，啊，咱要亲像安尼，啊，咱。那亲像要亲像做安尼，那这代志，讲咱要对死啊，搁再更新起来啊，搁耶稣做就会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啊，五十三代耶稣讲，讲我实实在在跟恁讲，恁啊，若无食人主的肉啊，无啉人主的血啊，就无生命伫恁的内面。啊，所以伫伊五十一代啊，下一个重复搁再加强啦吼。食人主的肉，啉伊的血，哦，这呢，看是讲这个叫做亚伯民族啦，吼，啊，这是一个足文明的一个纪念嘛，吼，啊，咱啊，听见伊的血，吼，啊，伊迄个叫做伊迄个满江红，哦，咱啊，看到曾经当人讲满江红哦，哦，啊，就当然当然在那面对爸母吼，啊，咱啊，看到现在这哦，曾经当满江红要不要紧啊？那病人吼，拢满江红哦，哇，到这正就麻烦了啦，哦，那迄个病人哦，照咧能看真哩多吼，啊，迄较少数啦，较重要是讲咱这个年纪来啊吼，咧看病人的时阵吼，唔嘛拢乌的，哦，无红的啦吼，啊，对哦，你这个所在吼，看见讲啊，这个食这个饼吼，啉这个血，啊，这是一个迄个宴会咧讲的吼，啊，这个。诶、欸，佮你讲个，万江迄、那个看做万江红啊，这个一个讲起啊，笑谈可女将将女婿啦吼，讲个笑谈吼，来啉遮个将女是当何时会外显会强敌个，哦，现在来侵犯这个中原，哦，啊，地搞遮个百姓吼，袂当得到安宁啦吼，啊，所以吼，伫这个中间啊，用这个当作是一个事故啊，咧表示迄个愤怒啊，是表示迄、那个。迄、那个心事啦，吼，就是讲，即个要将即个对点吼，甲因拍败。啊，所以伫即个所在，咱讲食耶稣的肉，啉耶稣的血，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就是咱要得到，啊，咱就是有接受耶稣基督，伊用十字架，是为着你甲我，啊，所发生的即个代志，也就是甲你甲我，啊，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伊若无去到十字架顶，流出宝血啊，牺牲伊个肉体啊，咱永远袂通得到迄个赎罪。啊，对咱伫即个所在吼，耶稣一摆佮一摆，伫伊生前个时，
啊，伊啊在地时，啊，伊就伫即个所在甲咱教示。所以55在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吼，常常伫我的内面啊，我也常常伫伊的内面。食耶稣的肉，啉耶稣的血，吼、哦，就表示咱甲主成做一体啊。哦，伊占伫咱的内面，咱也占伫伊的内面吼。约翰福音15第四节，讲我是葡萄树吼，无论恁是葡萄枝啦吼。葡萄枝若接连伫即个葡萄树吼，我就踮伫恁内面，恁也踮伫我内面嘛。吼、哦，所以即个所在吼，伊伫即个所在论述啊，伫约翰福音15吼，啊，也互咱看见即个譬如，咱亲像葡萄枝，葡萄枝若离开葡萄树吼，敢若孤单去尔，吼、哦，无可能会精湛。吼、哦，啊，总之咱若念伫葡萄树，就是咱接连伫耶稣基督的顶面的时阵吼，咱即个葡萄枝就会当。踮伫即个葡萄酒内面，葡萄酒所有的营养，伊的即个能量啊，伊所吸收的即个量啊，会当分摊伫到遮个枝，啊，遮个枝会当结结实实啊，伫迄个所在产生即个正经的果子，得到主的感染啊，得到永远的活命。啊，所以吼，伫即个所在吼，咱通看见讲，哎，咱若啉伊的血，啊，食伊的肉，啉伊的血，伫正餐的时阵吼。咱就是踮伫伊个内面，伊也踮伫我个内面吼。所以咱若像在伫迄个啊酒精餐个时吼，啊用个迄、那个启示录第3章就七节，讲看我伫门外拍门，啊，伊若来开下吼，啊，我要入去甲伊做一只，伊也甲我做一只，吼、啊，伊即个意思吼、啊，有即个类似啦吼。啊，最后啊，即、這个所在一摆搁一摆咧，甲咱强调，啊，咱踮伫主个内面，啊，主踮伫咱内面。咱各自三角地道，咱伫迄个所在享受永远的活命，即、這个美妙的终极。所以57节讲，因我的父怎样提拣我，我又搁一直因为父的话，啊，我搁因为父的话活咧，我搁因为父来活咧啦吼，同款食我的肉的人吼，也要因为我来活咧。所以咱若有食着耶稣的肉，就是讲咱承认耶稣基督，伊的肉体是为着咱的赎罪来献的，安尼咱就是活的。吼，啊，若无咱的罪，无人甲咱赎罪吼，咱永远也是活在迄个罪的中间啦。啊，只有耶稣的牺牲的生命，咱承认耶稣牺牲伊的生命是为着我来牺牲的，安尼咱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吼，咱若当无承认吼。啊，耶稣咧牺牲的，啊，就甲咱无关系，吼、哦，就是讲咱甲耶稣有即个信仰的个别，洗礼，行做啊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咱就会当有分伫迄个罪恶的内面。啊，最后伫即个所在，啊，咱所看见的是爱咱啊，食耶稣的肉，啊，啉耶稣的血，吼、哦，啊，即、這个所在，咱就安尼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吼、哦。这拢是耶稣伫伊要进入十二架的时阵，啊，都予咱的这个教示，爱咱大众先来学习啊，听这的话语啦吼。到伫迄个时阵哦，咱就会通明白。啊，伫58节的时吼，讲这就对天顶来的美娘，食这个美娘的人吼，就永远活咧，无亲像哦，恁的祖先食玛纳吼，也是死吼。啊，这较多有讲起，搁在一边伫这个所在强调。强调什么？强调耶稣伊这个肉体的美娘吼，甲伫旷野所咧食的迄个玛纳的美娘吼，是无同款的。吼、哦，啊，所以当时吼，这个源头吼，是对5个饼2尾鱼，互伊食到饱。啊，5个饼2尾鱼食到饱的时阵吼，因要应付伊迄个罪王耶稣否定，吼、哦，耶稣否定吼。啊，当时这5个饼2尾鱼是咧表明什么？耶稣就是迄个伫旷野。降落玛纳，啊，降落恩春，啊，来予众人得到饱足。伊通过一个经验，咧表示伊就是迄个出埃及，共经历40年，对海里个沙丁鱼啊，吼，啊，对于这个大麦饼吼，地个征战，啊，伫这个陆地中间吼，伊就是迄个上帝啦。啊，总是迄个食饼，食迄个玛纳，食迄个恩春。迄到伫生命终结的时阵，啊，就讲你要听上帝的话的时吼，虽然是玛纳恩春吼，
伫迄几十年了后，伫历史上无搁再有重复，无搁再有。啊，总是若到做你无遵守上帝话，犹原迄个生命嘛是安尼落着，去做一个结束啦吼。啊，当然即个摩西啊，是讲约瑟阿妈迄个啊，即个加勒啊，因拢会当伫即个中间啊，得到永远的活命。特别咱有看见摩西。在亚洲变毛的时候，也阁出现伫这个、这个变毛的时，甲伊利亚、甲亚多做伙伫迄个所在咧谈论亚多将来要怎样按照律法内面所讲起的，啊，伫迄个所在为世间人来定死的是界定吼。啊，所以这个所在，予咱通看见啊，这是大道咧，甲咱提醒，啊，咱会当踮伫这个永远。的画面领受这个逐天的美娘，啊，这是耶稣爱咱学习的所在啦，吼。啊，所以啊，来到伫这个五十六节，讲到这，咱有买什么款的反应无？咱四十节讲到五十六节，四十一节到五十六节，才有十五节啦，吼。啊，这段的经文吼，咱会感觉讲啊，这因为耶稣的学生哦，这个阵我来讲嘛，听咧到底哪有啥啥啦，吼。这是因日后的时阵吼。才倒转来想这个话，才知影讲哦，伊咧讲伊的肉，咧讲伊的血，就是咧讲哦，伊就变拍的肉体，啊，伫迄个所在就定一个肉体，伫定一个肉体流出来宝血，啊，迄个血甲迄个肉，啊，迄个时阵因家会当伫迄个所在清楚了哈。啊，当时咱已经知影迄个背景，所以咱咧读这吼，就这并无困难啦吼。咱有怎款的问题无？在线上，若要问问题，你暂时把麦克点掉，啊，紧问，啊，问了以后，麦克就搁点掉，吼、哦，你会使先把麦克迄个拍死啊点掉，就使问问题，啊，我这都听有啊，吼、哦，啊，讲了会记着，会记的是搁关掉，啊，这无事就甲你回答。线上老朋友要可以入来，你会使用这個方法，有啊无？啊，现场也可以问咯。那么咱就继续啦吼，我才到达。吼，讲这话吼，伫亚伯伫加比隆的这会堂的时阵，教士人讲的，较在遐的吼，伫正式的会堂内面颁布，食我的血肉，啉我的血吼。啊，咱若食伊的肉，啉伊，啉亚伯的血，咱就是踮伫亚伯基督的内面，亚伯基督也踮伫咱的内面嘛吼。伊爱咱对迄个时阵就开始学习。还是对亚各的学生啊，吼，直接伫这个所在，迄个时、迄个时阵吼，迄个地、迄个时空啊，吼，是何者的啊？学生会当大众来学习的吼。啊，对哩，今仔咱已经清楚亚各咧讲的，遮个拢是表示伊日后定一个代志。啊，五十九代讲，这是到各边龙的会堂内面教一人个哦。所以吼，亚各已经是正式伫这个会堂中间来讲起伊将来生命。甲咱中间的关系哦，哦，这个会堂内面来做公布，啊，伫迄个所在来传讲的吼。啊，若逐个伊个学生吼，中间有几个人听见哦，讲好，这个话吼学得来啦，吼，之所以有听有咧，吼，有影迄个时阵吼，讲到也是无唔对啦吼，因为吼，也是听无啦，吼，听无，迄个到日后耶稣定一个家头会啊。啊，搁在伫迄个所在肉体受苦，啊，因才知影过活了后，因才倒转来想这个代志的时阵哦，因才听有啦吼。所以这个时阵安尼反应，啊，咱并无甚物款的奇怪啦吼。啊，若第一代讲耶稣的心内知影因安尼的议论吼，就对因讲讲，这个话是要予恁，啊，这个话是予恁厌恶嘛，吼、啊。耶稣伫迄个所在吼，啊，甲因讲这个话时阵吼。啊，也学生吼听无啦，讲起讲这吼，是谁会听有呢？吼、哦，啊，耶稣是讲，哎呀，恁敢讲为着这话，啊，觉得安尼是啊厌恶，还是讲要气杀伊？这个厌恶吼，对伊的原文迄、那个括号有细字的啦吼、哦，叫做迄个厌弃啦吼，气杀吼，还是讲因为这来跋倒嘛，吼、哦，耶稣嘛是咧注意因对这个话语的反应啦吼，无、哦、得因为这话。来厌恶，还是讲无得因为这个话来跋倒。哦，六十二节讲，假使恁若看见真主吼，上到伊原来所踮的所在吼，啊，
要怎样呢？要通互通叫互人活嘞，乃至互人活嘞，乃至灵，哦，互人活嘞，乃至灵啊！吼，肉体是无利益个啦。哦，我甲恁讲这话吼，就是灵，就是啊，这个生命啦，吼。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吼，啊，咧甲因提醒讲。啊，无得因为遮个代志安尼厌吼，还是讲来跋倒，还是伫迄个所在孤影啦吼。啊，伫即个所在吼，爱因知影讲啊，耶稣讲遮个话吼，啊，乃是灵吼，啊，对肉体吼是无利益个，总是对上等个生命吼，这是啊，是灵魂个食物啦，吼，这是灵魂个食物吼。所以，较早咱一直忘记讲啊，今日听见遮个教义。来学习的吼，啊，就通到我遮来，也都爱因大大学习，免等吼，到因这个也都就定时个时阵吼，就无这个机会，搁再甲因教导地啦吼。所以也都提早伫这个时阵甲因教导，而且搁再是无一饼两尾鱼，啊，大家得到饱足，啊，伫迄个所在，迄个情况，迄个牛，啊，天顶落来牛，就是摩西。啊，耶稣伫即个所在做一个真好诶机会教育，将自家即个经验，将自通过即个经验来辨明伊本真是对上帝来，是迄个少数伫旷野四十年诶玛纳甲恩春诶迄个上帝道成肉体来。那个四十只是恁中间有毋信诶，耶稣对起头就知影，啊，是虾米人无信伊，啊，搁虾米人要出卖伊。啊，这是这个《约翰福音》吼，诶，作者伫这个所在安插诶一个伏笔啦，吼。六十五节也都去讲，所以恁，所以我对恁讲过吼，若是无得到我诶老爸诶恩典，无有人会当到我这个所在来。所以吼，咱瓦克主全瓦克全是上帝恩典啦，毋是咱靠咱诶才调，毋是靠咱诶劳吼。啊，咱是有影爱学习，爱努力。爱照咱都尽听到的，尽力去实践、去行动，吼、哦，去行动。总是吼，咱的行动若无有上帝稳定吼，啊，咱迄个顶段、连段五月份吼，拢在讲这个、迄、这个会当食到落所得到物件吼，咱食袂到，咱落落所得到，食袂到，咱安尼啊，勤勤俭俭拍拼啊，伫迄个所在咧超队。啊，总之吼，咱若无上帝的恩典吼，咱若无法度通去得到迄个正比啊吼，正比咱所付出迄个努力啊，应该有诶，即个应该有诶，即个报酬啦吼，就是讲应该有啊诶，即个成果啦吼。啊，所以吼，伫即个所在啊，耶稣特别甲因提醒啊，遮个代志吼，啊，所以即个落雨天拢爱挖靠上帝的恩赐啦吼。啊，伫尊荣上帝都啊，即、这个稳定就会来吼。啊，稳定是会进入伫咱个中间。啊，六十六岁对安尼，伊个学生有济济提起个啦吼，无过来甲伊同行啦吼。啊，对吼，一开始也做学生，并毋是十二个，迄是到后来伫迄个所在马可福音吼，直接是讲啊，也做伫基督安尼，然后传播第十二个学生是伊个学伊。十二个人哦，是伊个学生啦吼。啊，总是约翰福音吼，伫即个所在，道道经过遮个考验了后，中间有过来一对约翰个学生过来，吼，啊来即个所在安尼投资，另外投资学艺啦吼。啊，总是哦，听着耶稣讲即个吼，啊因听无啦，啊听无就放弃吼，啊这真是真可惜啦吼。那到时咱若等到圣神个灵来个时阵吼，有时咱检查无清楚，无了解。啊，这个话恶的啦，困难啦，总是咱有缘靠着信心、盼望，存着盼望哦，啊，咱会当得到上帝啊的机会，伫这个所在，甲咱讨办啊，互咱有迄个属灵的智慧，知影这个真理的话语，哦、啊，知影伊所予咱的教示吼。啊，六十七岁，耶稣就对十二个学生讲：，恁也想要去嘛？啊，西门彼得讲：，主啊，你有永远，你有永远活之道。阮要要归从啥物人呢？哦，所以这西门彼得吼，是一个讲起来，实际也是模范生啦吼。伊、哦、对这个向我反应吼，啊，伊拢有真清楚的这个
表示伊个立场啦，吼、哦。当咱遮学生吼，啊嘛安尼灌进灌去，啊个咧，安尼查无啥有诶钱吼，诶、欸，彼得就安尼真勇敢。公主啊，你有永远诶之道吼，你有永远之道，阮无对你，无要对虾米人。吼、哦，这是一个正确诶态度啦，吼、哦。咱对亚多啊，因为伊有永远之道。啊，虽讲即个中间有侪侪艰难、困苦、挑战，啊，是伫即个所在的啊，迄个病痛，啊，是讲侪侪只个啊攻击，啊，当然吼，伫上帝内面、伫主的内面有永远之道吼，啊，咱不离不弃啦吼，对着主。啊，这是必定伫即个所在做表示的。啊，若达到达公馆已经信啦。佫知影是上帝的，佫知影你是上帝的圣的啦，吼、哦，佫知影你是上帝的圣的，吼、哦，即、這个讲上帝的圣的吼，迄、那个标准的答案也袂够完全啦，吼、哦，总是伫咧学习的过程，必定会当安尼用吼，来、哦、表示伊嘛是一个真大的生命的即个进步，总是已经告别主啊，伫你有永远之道，阮还佫要去跟对什么人？哦，这嘛是伊个信仰个别啦，吼、哦，嘛是伊个信仰个别。伊大经伫即个所在个别讲，啊，主你都永远知道啊，我就是要跟随你，吼、哦，啊，伊讲阮，啊，阮啦，吼、哦，阮就是要跟随你安尼啦，吼、哦。啊，最后阮已经信你啦，吼、哦，佮知影你是上帝的圣的，吼、哦，伊要讲你是上帝的即、这个啊，都体来啦，吼、哦。啊，总是伊至少伫即个所在讲。你是上帝的圣的啦，吼！啊，所以要搁讲，唔是我警告恁啦，吼！啊，即个温度啊，吼！即恁唔是我警告恁十二个温度，总是恁中间吼有一个魔鬼，要到底即个所在就开始祷告咧，甲因讲起即个事啦，吼！啊，总是咱会感觉真奇怪啦，吼！就是讲，要到底一开始咧有十二个温度，伊就拢知影讲有做一个该出卖，啊，做一个出卖吼！伊就把迄个 fire 就好啊，迄个较简单嘞，吼、哦。当伊做啊，咧上课吼，这学生无乖啊，伊敢弄个敢，咧作怪痛啥话吼，啊，你甲想看卖，我学期底吼，我甲伊断掉，哦，这是较简单的代志啊。啊，总之啊，亚多伊原佫是分了，分后就伊，哎呀，伊知影这条路是伊必然着爱行的路啦吼，伊、哦、知影伊必然爱行，啊，无啊，要甲伊出卖，知影着要甲伊陪伴啊吼，咱的人情是拢是安尼啦。哦，看人三公要甲出卖，要甲背叛哦。哦，你都唔惊，我煞惊你无命。哦，啊，当朝耶稣唔食呢。哦，耶稣知影讲，哎，人的意思是歹，上帝的意思就好。啊，所以吼，伫这个中间吼，啊，有两大概提起，啊，其中一个是魔鬼。哦，啊，当时这个魔鬼吼，耶稣嘛甲伊做伙，啊，净化，啊，嘛是继续烧火，啊，嘛是继续伫迄个所在，啊，甲伊勉励啦，吼。啊，对哦，这句话咱通得到一个真大的学习啊，吼！啊，咱唔通讲啊，拄着啊，甲咱意见无相同的啦，吼，还是讲有点物款的啊，咱安尼即款甲咱吸着的啦，吼，还是甲咱安怎着的吼？啊，就安尼图书而后快，吼，安尼吼，啊，这咱就是亚多的学生啊，吼！啊，对哦，亚多的学生，亚多伊本身做这个典范给咱看，伊虽然知影有魔鬼，有背叛。啊，这做一个年轻人吼，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代志啊！学生背叛吼，咱做朋友的背叛，咱就已经感觉足痛苦啊！吼，何况讲一道，迄个学生对老师的背叛，对师傅的背叛吼，啊，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总之啊，都承受者的，因为知影啊，上帝要安怎承受伊家己本身啊，伫伊的身上啊，都命定的这个约啊！吼。啊，七十一代耶稣讲道，耶稣这个话吼，就是基督加略人这文啊，这个犹太所讲的，伊本是十二分道啦吼。后来出卖耶稣，啊，这个所在有门站吼，啊，咧举名问者的啊，侪侪人吼，听着耶稣讲，啊，伊是对天来的美娘啦吼，爱食伊的包，啉伊的血啦吼，啊，然后这学生吼，一个就躲开伊啊，听无啦，吼，总之留了十二个吼。啊，甲伊问讲，啊，恁嘛要扫嘛？啊，当时后壁就伫迄个所在带头讲，啊，你是永远，你有永远之道吼。啊，阮要归将对什么人，无对你要对什么人？
啊，当时这中间嘛，参杂一个犹太啦吼，啊，耶稣讲啊，犹太无好，你我看你嘛，你来离开啦吼，再去另外再去找人来报着，耶稣无安尼做吼，啊，犹太有犹太伊对耶稣的目的啦吼，啊，对耶稣的目的嘛，讲是到后来吼，伊迄个目的无法度达成，就出卖耶稣吼，啊，所以吼，这是一个耶稣出现就知影的代志，啊，所以即互咱通知影讲。啊！伫这个中间，啊，一摆一摆咧讲，有人家出卖，拢是耶稣犹原是啊，伫迄个所在，照白上帝的安排，一步一步来完成上帝伫伊的心情所交托的。这是咱第六章吼，啊，咱用顶礼拜到这礼拜吼，伫这个所在讲出来。啊，这个第六章吼，咱讲起这个对五个饼两尾鱼吼，一直延伸到伫这个昨天的米粮，哦，到伫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啊！伫这个所在得到永远的活命，吼、哦，这是拢有一贯性，吼、哦，这是有一贯性，吼、哦。啊，所以伫这个第第二章，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一章啦，吼、哦。来，我对到你这，咱有甚么款的问题，要分享还是讲要讨论还是安怎？来。对。哦哦，欢迎！哦，真好！哦，弟兄兄，欢迎啊！弟兄兄，我有咧联络你，啊，你爱加加你无？安尼牧师才会当甲你讲话。哦，私底下啦，私底下牧师的迄落来吼，你才加入。像即摆，伊已经把麦克风切掉。哦，切掉，那你讲一下。但是伊无得甲你回应。嘿，对。听有啦。哦，好。但是无得甲你回应。变作讲。变做伊即摆若要开用吼，会阁开伊着，会阁开啊吼。啊，弟兄兄，你倒个？哎，即摆阁伊袂晓，阁切。等切一届吼。伊可能。明天聊聊二吼，聊聊二，再聊聊二吼。切断伊，即个再阁要来。嗯。主要你讲伊嘛听无？哦。这时阵已经，唔知去订着对了，伊讲，关系要甲你开用，啊，会去订着，所以你看这吼，LKK 拢还袂晓用。哦，咱叫这。驾驶甲即马才小可了用吼，所以说无啥，大家拢爱学啦。嘿，大家拢爱学哦。哎，你若注意用车吼，到吼只敢拢用迄个只管车迄个带吼咧，甲你调查吼，你爱会用哦。好来第七章吼，第七章。好来，叔叔，人要问你。好来，你把内裤了。哎，内裤来。好来，你讲。迄个时阵会再讲一节话啦，讲鬼入伊个心吼，自真也要真清楚，有讲起伫迄个最后晚餐个时阵吼，迄个时阵魔鬼入伊个心啊，这有明记。吼，啊对，即个时阵吼是也无，啊总是吼，上帝是看人个内心，是通看人个外表吼。上帝知影讲，哎，啊今日经办即个吼，伊有伊扮演个角色啦吼。啊当然是讲要借着伊来完成即个，啊鸡拢摕互犹太，毋是安尼啦。犹太吼，伊要卖耶稣的进程吼，耶稣嘛一摆搁一摆甲提醒啊，讲恁中间有人要出卖我啊，啊因搁问讲啊，敢是我，敢是我，啊耶稣搁甲点名讲啊，即个阵甲我做伙伸手咧提饼的人就是啊，啊犹太搁问呢，犹太搁问讲啊，敢讲是我？伊讲嗯，你讲的就是，哦啊即个阵吼，就你着魔鬼着入伊的心啊，伊若讲即个时阵着有悔改，讲啊主啊，你赦免我，哦，我检查有即个十点。哦，啊，总是吼，求主你加面无，哦，互我会当啊，我靠你吼，会当坚固徛在，哦，对吼，这个时阵并无啦，哦，啊，总是耶稣当然伊就是讲，伊就是咧，互咱通知影讲，伊就是宇宙的主宰啊。中间做经转的，有人有这款的背景，耶稣一直拢是知影，哦，唔是讲啊，咱像方便唔知的，哦，像牧师安尼讲讲哦，即方便唔知的，哦。啊，人耶稣吼，人在七八八八就知影，讲这个这中间有一个就是啊，要来出卖人。吼，啊，这个阵吼，犹太并无，并也未有任何的动作啦，并也未有任何的动作，吼、哦。真好的问题。嗯，了解。啊，你就是。啊，你就是哪？你话讲哪个？你个话，你变话，雷哥，雷哥，
你要经过了后，你要爱。即个时阵，就是即十个、十二个门徒，拢还无，拢还袂有人，无即种心要陷害耶稣。但是，究竟是不是选择我即个某某，选择犹大？对。这是耶稣即个时阵，已经甲你知影。对。耶稣选择犹大，对。啊，那安尼，耶稣伊有啥物？有啥物？认为讲我来选犹大，因为犹大伊是一个管钱的人嘛。对。啊，这个中间，上帝是用啥物心来拣选伊来做卖伊的人？对。我会知影，伊个心内是安怎想，因为伊都毋知。对。魔鬼爱袂进伊个心嘛。对。啊，敢若耶稣知影，耶稣是安怎？连讲拣选，伊都拣选十二个门徒啊，啊，然后拣选犹大来做即个代志。对。是这耶上帝拣选伊个。所以吼，听起来讲犹大做无辜个啦吼，咱台讲犹大啊来卖啊多，然后咱才来见怪犹大啦吼，就真吼。在这个时阵，犹大吼，伊是一个啊，参十二使徒同款的一个背景啦吼。啊，伊也无啥物特别，也无讲特别高，也无讲特别含慢。啊，总之吼，看起来伊真有心啊，爱要军队主，所以主就伫这个时阵开始。啊，而且这吼，而且这你爱知影讲，这毋是耶稣写的，这是耶稣吼，这是约翰耶稣的学生写的。吼，啊，对约翰的耶稣的学生吼。伊伫迄个时阵，伊应该就听耶稣咧讲着遮，所以伊日后才伫即个所在记名啦。啊，另外一个方讲法就是讲，耶稣吼对任何约未来、来未来、去未去个代志吼，就是讲对咱伫老母个腹肚内面吼，上帝已经着呼召咱，上帝已经着认捌咱啊。所以吼，约翰即个作者加加遮入去伫即个内面啦，吼。这嘛是一个，这嘛是一个，这嘛是一个可能性啦。吼、哦，这嘛是一个可能性吼。耶稣伫迄个所在有讲起，啊，总之吼，约翰特别伫这个所在一摆过一摆，甲伊强调出来啦。吼、哦，表示耶稣从转机，从这个拣选的时阵，耶稣就知影这样代志会发生，耶稣就知影讲这个人会做什么款的代志，拢是耶稣一直拢分着这个盼望。你若有心要存，要哪有心要留吼？虽然是背着讲，主啊，伫你有永远之道吼，阮还阁要分对什么人？实际这并无代表，伊会当代表这个犹大呢？犹大嘛会当单独离开啊。总之，既然犹大无离开，耶稣嘛无弃绝伊啦。啊，耶稣无弃绝伊，耶稣伫这个所在咧，搁咧找听，啊，到伫后来真正魔鬼入伊个心的时。耶稣嘛是一直真安尼温存吼，伫迄个所在，甲伊提醒吼，啊，甲伊唤起啊，期待伊会当安尼悔改安尼啦。吼啊，后来咱有看见犹大真正就是有反悔嘛，吼，伊嘛真正就有反悔啦吼，啊，总是有反悔啊，无改过来。吼，所以吼，对伊到后来就无到成就迄个。家己的迄个罪吼，会担当，啊，家己解决家己的性命吼。所以吼，是伫即个时阵，毋是讲超过伊建议来要卖耶稣的啦。就是吼，耶稣有一摆过一摆，甲伊劝过，吼，你有人要卖耶稣，啊，即个背叛的行为吼，伫普遍的价值内面，拢是无应该，吼，啊，对伫迄个所在有甲伊提醒，吼，对吼，当作伊呼召伊的。这是约翰福音这个作者特别伫这个所在强调，耶稣伫代志还未发生的时阵，伊就知影伊要发生什么代志，有迄个味啦，啊，有迄个味，哦，啊，耶稣当然也有讲过，总是讲过吼，这个所在看起来伊两在内面强调两解，哦，这是这个约翰吼，这个作者伫这个中间咧强调耶稣。知影遮个时阵，虽然知影，伊还阁是存着包容，吼、哦，存着存忍，啊，期待即个人将来有悔改的时阵啦，吼、哦。
好，所以哦，咱有人哦，我过去我听讲一个真趣味，讲爱感谢犹太，我讲一个感谢犹太咧，感谢安怎？讲犹太若无出卖耶稣，啊耶稣今日无就袂定第二个，啊耶稣袂定第二个，咱就无多通得到救助啊！我现在讲讲，哦，犹太无卖耶稣，上帝嘛用了百种的方式啊，吼、哦，啊，上帝用百种的方式，不一定是定第二个的方式啊，拢是上帝用百种的方式去完成。也都替人类作对的这个过程啊，哦，最近哦，我伫网络内面上台看到这个文章啦吼，讲感谢武汉肺炎，我讲它只是一个感谢正会，哦，感谢武汉肺炎吼，啊，会当安尼，大家人家庭吼，会当安尼孤孤单单啊奔波，东西南北走吼，啊，即卖吼武汉肺炎来吼，大家拢会当。啊，过着家庭的生活啦，吼，啊，当出呢吼，会当安尼，大家做一伙啦，吼，啊，这个自然吼，啊，其他的所在啊，得到休困啦，吼，工作停止啦，哦，啊，地球得到休困啦，啊，总伫地方我感觉唔对啦，哦，我感觉唔对，咱会当从这边来看讲，哎，啊，武汉肺炎了吼，哎，组织会当讲。咱个嘛有其他个无同款个修行，啊，用安尼来做咱个安慰啦吼。总之，你第八甲合作讲感谢武汉肺炎哦，我对我感谢袂落。哦，对感谢犹太吼，啊，这是大错特错啦吼。上帝免通过这个犹太吼，才来完成伊救赎个功劳啦。所以吼，感谢犹太吼，这是大错特错。哦，所以吼，袂当感谢犹太啦，犹太是应该受着审判。嘛应该被唾弃了哈，应该被唾弃。这款背叛特别的行为哦，是无应该的了哈。后来，安尼咱来看第七章哈，讲这代志了后，耶稣伫加利利咧游行的时候，无愿意伫犹太游行犹太了哈。犹太都在游行，因为犹太哈想要杀伊了哈。头前已经有几落项，特别是五个饼两尾鱼，哦，这就已经。公非常的公开化啦，哦，啊，这个看做街头巷尾哦，拢当伫迄个所在咧传讲好，这个人啊，这个做王哦，唔知偌好咧吼，咱就以后唔免讨饭就通啊食，好啊，这个人哦，安尼能力无限吼，啊，大家拢啊拢讲到对伊啊去啊，吼，所以哦，伊无多通伫犹太中间吼，伫迄个所在啊公开出入啊，因为这犹太的人吼。当然，你讲犹太拢是这些祭司头啦、经幕主啦，吼，这些人拢想尽办法要来杀耶稣。啊，这个地，那他讲，当初是，犹太人是大饼地要滚人啦，吼，大饼地吼，大饼地是作为大饼地，就是咧纪念出来这个代志啊。这是因中间一个重要的，这是连续一礼拜吼，因袂当住伫厝，吼，得爱住伫这个。大了一点吼，咱若台语叫做大了一点，敢若袂做咧龙岩嘞吼，唔是啊，当时吼，唔是咱这个龙岩咧注意啊，就一个纪念讲伫矿业安尼足无方便呐，吼，咱若出去迄个龙岩吼，有真侪无方便呐吼，即卖电话拢牵到到迄个岩窟里，啊对吼，后几人说啦吼，也是讲大家用手机啊通看啦吼。啊，迄个佫无同啊！啊，总一个大了阵吼，伊一个纪念讲上帝安怎四十年日拖伊这个百姓伫旷野中间坐行，甲面同甲地地攻击面的需要，吼、哦，这是大了阵，这对因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啦吼。啊，总是中间的三十五吼，这个所在予咱看下来，比较较深，比较较寒啦吼。第一第三讲亚多的兄弟吼，就对伊讲讲，你离开这个所在去犹太吧，吼、哦、你。诶，温度也看见你所行的代志，人吼、哦、要有好名声吼，无有伫讲暗暝倒在咧行代志啊吼。你如果吼行这个代志，就将你家己显明予世间人看啦吼。啊，这吼第五代讲讲连，因为连伊的兄弟吼讲这话是为着唔信伊啊。啊，所以安尼讲起来吼，第三十、第四十吼，就是伊这的兄弟，伊这的兄弟是啥物人？毛阿国啊，啊毛一个叫犹太啦，哦，诶，至少有四个兄弟啦，哦，至少有四个兄弟。啊，后来这大安小弟吼、哦，被推做
这个看做教会耶路撒冷的领袖，啊，领袖吼，伊伫这个日子完全都无信耶稣，耶稣哥啊，啊，这意思在伫咧讽刺啊，咧讽刺耶稣啦吼，咧赶耶稣，啊，你唔是介敖，介敖你啊，到咱去台北市发展，哦，去新北市发展，啊，到咱这个土地所在，哦，你着走去了看做迄个迄个耶路撒冷啊，哦，去迄个所在较有名声啊。哦，人较捌你啊！哦，这个讽刺，讽刺的这个语调啦，啊，这讽刺的语调，啊，这是伊这兄弟啊都讲的话。啊，对吼，你着知影讲，啊，可能吼老母伊当然伊知影伊对大侄女来怀疑也多啊。啊，总之吼，其他的小弟吼会感觉讲，哎，母啊，你，阮这个大吼，敢若破破呢？哦，对因迄时阵是拢无信也多的，迄是一个讲啊也多。啊！至于我啊，显明互大家看。啊，伫一个界顶，你无看伊无交代遐兄弟啊，交代约瑟啊，约瑟讲看你个老母，啊，甲老母讲看你个囝儿。吼、哦，这样即个时阵，遮个兄弟吼，对耶稣很不以为然啊。吼、哦，而且会感觉讲，吼、哦，阮兜若出来一个这样吼，那是啊，真无面子就对啦吼，真无面子安尼啦吼。啊，后来吼，家在因拢有进步，吼、哦，因后来也拢有进步啦吼。啊，后来这个大汉少弟雅各就推做这个啊，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哈，领导者主持会议吼。啊，最后这个所在吼，啊，予咱通知影讲，唔干那犹太人无将近伊，要甲伊要开始排斥，甚至要掠伊来杀人吼，连伊家己的兄弟吼，伫这个所在嘛排斥啊吼。所以吼，要接近上帝的道啊，遵行上帝的旨意吼。咱拢爱付出相当的代价了吼，拢会付出相当的代价。第六章耶稣就甲因讲，我的时还未到啦吼，恁的时确实方便的。世间人吼，未通怨恨恁的，确实未会怨恨你啊，确实怨恨我，因为吼我之前因所做的是歹的吼。啊，最后这个都在咧甲因讲，去讲啊，这個、我有我的时啦吼，啊你也免讲这多啦吼。嗯，我应该往倒落去，我自然就是我就是听从上帝的吼、哦。啊，恁哦，任何时阵哦，拢是变的啦。哦，恁要往东的，咱往东啊；往西的，咱往西。总之，我是带主命的人吼、哦。所以哦，我着爱照上帝的意思，毋是照我家己本真的意思啊。啊、哦，毋是照我家己本真的意思。哦啊，第七章讲，世间人未怨恨恁啦。哦，确实怨恨我。啊，为甚物？因为哦，伊传达的这个话，伊所行的这个真业，拢是引起这个当局的注目，啊，加这个怨妒，吼、哦，要提防，行了伊哦，名望上过了悬哦，啊，这个看做啊，犹太人就拢是军队，啊，这个宗教哦，就无人要献祭啦，哦，无人要来，无人要清军啦，吼、哦。所以吼、哦，这个所在吼，就因就怨恨伊吼。啊，所以吼、哦，特别在讲恁就恁去过节啦吼。现在我无去过节，因为吼、哦，我的时还未到啦，还未满啦。吼、哦，所以吼、哦，这个家庭过节吼是家庭吼，做一伙带咧带了，就较多咱有讲起迄个意义啦吼。伫、哦、对个家庭啊，挂咧布片内面咧纪念迄个四十年日，上帝安怎带因出来去啊？伫布片内面吼，叫做祝棚节。啊，台语叫做大寮一啦吼，大寮啊，啊，若袂咱即摆现在有吼，讲啊叫大天道啦吼，迄个鹿营吼，啊，鹿营一家差正济啊吼，鹿营敢若真有淡薄仔趣味哦，啊，这是讲咧克服嘿，迄个讲做咧体验迄个艰苦的生活啦吼，啊，所以吼，伊无甲因做一起，吼，伊无甲因做一起啦吼，啊，这原则上是家庭爱做一件的吼，啊，也不讲大只话第九集。啊，讲大只话吼，就往家己里去吼。总之，伊个兄弟上去了后吼，啊，伊也是去咧过节啦吼。总之，毋是明去，乃是暗中去个吼。后来，伊再兄弟去迄落即段过迄个大了一个时阵吼，也到后来嘛有赶去啦吼，究竟是家庭吼。啊，正一个这二十一集，犹太人来敲门，也都讲伊伫呾落吼啊。正人吼、哦，就为着伊议论呐，有诶讲伊是好人，啊有诶讲无喏，伊是卖血人诶呐。
啊，只是吼，无人明讲啦吼，无人明讲，因为惊犹太人啦吼。啊，到了这期的时阵，耶稣就上正殿去教治人。啊，犹太人吼就真稀奇，讲这个人无学过什么吼，哪会当明白这地啦？伊讲明会当明白册，这个册的意思就是讲五地五经啦。吼，哪会当明白这个册吼？怎么能够明白书呢？啊，就是讲明白这个啊，正经内面所写的这个问题啦，吼。啊，耶稣吼，第六十讲，耶稣讲我的教旨吼，唔是我家己的，乃是迄个替我来的。吼，所以吼，我就自然对上帝的话语伫我的内面，我唔免看册，唔免看册，伊就只会当讲比啊，摩西五经的内面所讲的佫较条理，佫较完全啦，吼。啊，所以吼，十七十讲人若立时遵照伊的旨意来行的吼，就要知影这个教旨是出自上帝，还是讲我凭家己所讲的吼？你若假使讲人若伫这所在啊，有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吼，虽然啊，耶稣伫这个所在所讲的，不管你认为讲我是读偌济册，吼，啊，总是我所讲的话，拢是上帝替我来讲，是圣经点在我内面咧讲的吼。所以吼，啊，恁就会通知影讲我所讲的拢是出自上帝，吼，因为无违背着这摩西的教旨，甚至是对摩西的教旨啊，搁再较深入，吼，搁再较浅白、深入浅出了吼。对吼，十八十讲人听着家己讲话吼，是为着家己的荣耀啦。独独只有求要求迄个替我来的荣耀吼，这个人才是真的，在伊的心的内面吼，就无不义啦。哦，所以吼，这是耶稣伊家己本身咧澄清啊，伊所讲的是迄个替伊来的啊，替伊安那讲，啊，伊就安那讲啦，吼。啊，所以啊，伊的心内无不义啦，吼。啊，十九十，摩西敢毋是啊，传这个律法给恁，啊，恁却无有一个人来遵守律法，为什么想要害我呢？哦，恁我讲的这就比摩西搁较清楚，啊，搁较简单，啊，摩西。传如法互恁吼，啊，照讲是恁爱行的，啊，结果我传这个较简单的，并无违背摩西的这个如法，是互恁搁来听去较清楚。啊，为啥恁要提我？啊，耶稣会讲这个话的挑战者的吼，因为耶稣知影伊的时还未到啦，哦，伊的时还未到吼，所以伊伫这个所在甲因做这款的挑战，吼。啊，二十八，正人就因讲，你就互魔鬼附身的啦吼，是随什么人要想要害你啊？哎呀，保罗讲讲，我做了一件事吼，恁拢掠准是虚奇啦。虚奇在摩西传的二十吼，摩西传割礼予恁啦。其实毋是对摩西所起的，乃是对祖先所起的。对安尼吼，恁伫按许日行这个割礼，后来叫行割礼是虾米人开始的？祖先啊。祖先虾米人？我先去祖先，拄到祖先，伊若讲话也讲话。对阿伯拉罕就开始啊，吼阿伯拉罕全家吼有行割礼吼，嘿，对伊的阿迄个叫做摩，迄个阿伯拉罕开始，对阿伯拉罕正式开始，吼啊，这个摩西吼伊后来补行割礼，吼因为吼伊伫咧旷野，伫犹太人伫旷野吼。无这个宗教意识，总是到后来，伊正直正做领袖了后吼，啊，就伫迄个所在才行到咧，安尼讲个，伊已经八十几岁啊，才咧行到咧吼。啊，伊咧讲，你真的是我的弟啦。一张学子，一张尊耶，摩西时阵，伊个某一个哥哥。哥一人对，嘿、欸。伊讲伊是黑龙。黑龙。嘿、欸，你是我的弟啦。你是我的血统啦，吼、哦。就是讲，伊嘛行，伊伫迄个所在，啊，当然，你行到咧，伊这到底是怎么样？行到咧，看起来敢若亲像因太太即个行到咧款，吼、哦，并无搁再通过讲吼，是阿伦啊，还是讲米利亚，吼、哦，应该看起来敢若亲像迄个，啊，无奈讲真的是我的罪啦，啊，我的了解是安尼啦，啊，总是伊有行这个到咧，吼、哦，无底是到伊八十岁吼，做伊这领袖的时阵吼。哦啊，上帝伫迄个中间明示，伊着爱行这个礼仪吼，啊，所以伊有照安尼来行吼，伊有照安尼来行，啊嘛，家伊两个囝儿吼，行这个角度，啊，所以讲对阮的祖先吼，对阮的祖先一个讲起，唔一个讲摩西哦，对阮的祖先是阿伯拉罕哦，哦，阿伯拉罕上帝家伊这个
改名的时阵吼，就行这个角落啊。阿伯兰原本的名叫咩名？阿伯兰。哎，阿伯兰啊，吼，阿伯兰对吼。啊，所以吼，伫这个阿伯兰的时阵吼，啊，将地界改名，伊就正式啊，也用角落啊做一个立约啊，就归于上帝的名的下面啦，吼。好嘞，啊，这个。第十九章啊，摩西检视团如何罗恁，恁却无有一个人手如何，为甚物想要害我？这较早讲过吼，啊，安尼讲个，哦，第三章啦吼，摩西团甲你互恁吼，其实毋是对摩西啦吼，乃是对祖先，就是讲阿伯拉罕啦吼，对安尼吼，恁会应该恁拢伫安息日咧，甲人行甲你啦吼，人若伫安息日行甲你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啦吼，我伫安息日。予一个人会当专人好了，吼、哦，恁却往我上去。伊这个所在意思就是讲，啊，恁礼拜日，恁来安息日的时阵，伫迄个情况，啊，咱咧共行这个拢是咧安尼，迄个组织的事，吼、哦。啊，恁咧组织的时阵，恁来咱共行这个这个，啊，恁伫组织的时阵，啊，行甲咧，诶，甲咧嘛有动动的，嘛是做工的。吼、哦，嘛是做工，诶、欸，你着种的人吼，诶、欸，这卖无伫礼拜日。唔好伫安尼遐去发生车祸呢，发生车祸你是足麻烦呢。啊，就讲拄着大地动，啊，就讲拄着迄大风台，啊，落大水吼，迄个足麻烦呢。吼，你袂使乌袂赶紧啊，要抢救啦，要安怎啊？人受伤啊，要救啊，迄种，迄伫摩西律法内面拢写到，即个犹太人啊，即个法利赛人拢写到真清楚，即个偌重的物件袂使摸，啊，袂使移除，袂使安怎吼，干来当家己包扎啊，暂时袂流血。啊，总之吼，石头地咧，袂使甲拖走安尼。吼，啊，对吼，因为讲，啊，你伫咧，即你落，迄落安息日的时阵，会当行甲咧。我伫安息日的时阵，自然会当互人得到医治，吼，这是当然的代志啊，吼。行甲咧咧，是要归你上帝的名嘛。哦，啊，医治就是对上帝来啊，所以这是应该，这是共一个源头。哦，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咧，甲因提起，啊，这项无合理的所在啦，吼。就是讲，安尼个咱讲到咧，那也袂当在因的意地，吼、哦，所以啊，总之吼，啊，我说这个所在啊，吼，是毋是甲拄啊迄十九节遐吼？对。伊讲无生点是传轮传互恁，嘿，啊，恁却无一个人修轮法。对。啊，谁啊要想要开我？嘿，对。是毋是甲你即马咧讲的这个观点？对，嘿。因无因想要开我，因就无要收入化。对。啊，毋过恁去想要开我。对。是毋是安尼？对。因无酒摩底的话，已经足久个。就是因为无酒摩底的话吼，才会去到蒙古。蒙古强大个原因，就是无酒才会入化。吼、哦，所以吼，上帝通过其他个，即个黄邦啊，吼，即个国家啊，君王啊，吼。像讲北国吼，伊即个林伦伫即个巴比伦帝国，即个尼布甲尼德王吼，啊，即个南国吼是亚述帝国吼，亚述帝国个手下吼，来伫公元前586年吼，啊，甲即个721年，北伊即个国较大将灭亡啦，啊，北伊即个国较大将灭亡，啊，南犹大国吼，佫拖头845年，吼，慢845年吼，即个蒙古，啊，了后吼。就无过来听见上帝话，啊，因嘛无人过来修上帝话啦。嗯哼。哦，一直拢无过来修上帝话，吼、哦。啊，当然，因知影讲有遮个典章，啊，总是有知影遮个，但不过当作是学习啊，当作是台湾，啊，总是无照遮个学习伫咧行。哦，当初时吼，一个宗教个复兴真难得，就是伊斯兰。伊斯兰吼是第一个推拖伊这个八地转来中间间，就是讲。这当作是亚利米就甲因有了，就是恁就了哈，上帝会永允70年后，互恁搁再倒转来重建这个荒废的耶路撒冷。所以第一批有以色列哈，第二批有这个撒罗巴别，第三批有这个叫做啊尼希米哈，凡有三批哈倒转来重建家园哈。啊，以色列哈，第二倒转来了后，看到迄、那个。摩西律例时阵哦，好，就是工厂内面哦，伫遐钻探啊。我工厂内面来钻探的时阵哦，迄地是啥呢？哦，共破多位偶像哦，啊，其中一人哦，可能咱印象应该较清楚，就是讲有甲外邦通婚的吼，拢一律爱分开呢，拢爱离婚，哦，
甲外邦通婚的吼，拢爱离婚啦。哦，这就是咧表示讲爱，这爱惊无这下落法。啊，对迄个时阵的意思啦吼，又惊到真彻底。啊，总之吼，即款的经验吼，到后来又搁渐渐无，特别是亡国的时阵吼，搁较无咧行啦。哦，搁较无咧行。啊，总之吼，迄个话语一滴咧，总之迄个精神吼，都无去啦吼，精神都无去。好来。第几段？第二段，人若是安歇咧就甲咧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例啦吼。我伫安歇咧，互一个人专人好去，恁却赶我上去，毋通按外貌来定是非啦，总是要按公平来定是非啦。哦，无讲恁安歇咧吼，共惊甲咧下用着，啊，我伫安歇咧共惊共异地吼，做咧做袂在去吼。所以吼，毋是照即个外貌。就是讲，哦，啊，听到摩西的，咱是讲较权威，哦，啊，我来到这个所在，我是执行上帝的命令的，要来拯救人的，啊，总之你即马无认捌我，啊，就安尼判断讲，啊，我袂使，哦，所以在这个所在吼，提出伊的抗议啦，吼，无得按照外貌来定是非，就爱按照公平来定是非啦，吼，二十五节。然后带领人的中间吼，有诶讲，讲这毋是因想要杀诶人嘛？你看，伊还阁明明咧讲道诶时阵，因无愿意讲啥物，敢讲这个官兵真正知影基督嘛？啊，二十七节讲，拢是咱阮所在诶即个人对倒落来，是只是基督来诶时，无人通知影伊是对倒落来。我做这个所在有发生一个争论，啊，就是讲啊，因有无认捌基督，啊，总之吼，遮有看过耶稣所行的真迹，啊，食过耶稣的五饼两尾鱼，啊，看过伊治，甚至伊家己本身的亲人，啊，伊本身得到医治，啊，因知影讲这耶稣是对大陆来啦，吼，若无有对上帝来吼，无有这款的能力啊。啊，二十八在讲迄个字，耶稣就是天人教子人吼。啊，一大声讲哦，哦，伫电正电内面教一人，大声讲，讲恁也着知影我，也知影，恁也知影我，也知影我对倒落来，我来并毋是出自家己，乃是对伫迄个找我来的，找我来的是真的，恁却无要认捌伊，我认捌伊，因为我是对伊来的，伊是找我来的。哦，所以伫即个所在吼，也搁是咧甲大家搁在伫即个所在咧讲起啊，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是上帝体来，啊，因为伊拢亲近吼，每一个真理拢是上帝体来，所以吼也搁爱伫即个所在一直强调，伊就是上帝体来，吼，比真理搁较悬，哦，比真理搁较悬，毋是真理那定，啊，若是真理，因拢认为，因拢深深相信，这就是上帝体来。总是伊的身份是比真理搁较悬，所以吼、哦，伊是对上帝体来，是要做搁较大个代志啊，吼。啊，总是吼、哦，即个迄落犹太人吼、哦，第一袂看见伊即个阳光的出现的字吼、哦，啊，即、这个时阵吼、哦，比较还阁有真侪人咧了解啦，吼、哦，呾，因着想要对迄个所在冲哪即个耶稣，只是无有人敢下手啦，因为伊的时也袂到。这个时也未到吼，时要到，时也未到吼。伫圣经内面有出现几落届啊，有出现几落届啊。啊，特别耶稣吼，讲几落届讲时也未到，吼、哦，你着这个真正基础，你着慢些讲诶，吼、哦，你只要将你诶艰苦只要做去仔细看，啊，因为我诶时也未到，啊，这个时也未到吼，上帝有上帝诶时啊。咱若看传道书吼，讲捡石头有时啊，迄石头有时啊。哦，人徛咧有时啊，久咧有时啦，吼、哦，生有时，死有时啦，吼、哦，拢有伊特别的事。啊，上帝伫咱的身上吼，每一个动作拢毋是咱的五的咧，吼、哦，啊，若无上帝稳准吼，一支头毛都袂加啦。啊，所以吼，这拢就有这个有上帝有上帝的事啊。啊，所以吼，咱咧看讲啊，这个人吼做恶做毒，徛咧落空吼，啊，这咱就讲啊，上帝无咧审判，因为上帝的事也袂到。哦，上帝的时也未到，上帝的时呐到的时阵吼，迄、那个审判是超过你所会通想象的啦。啊，这人做甲遮奈好，奈无得到即个稳定啊，即个祝福，嘛是时也未到。敢若时到的时阵吼，
讲连摇带按，当真假了啦，吼、哦，啊，倒到互你无底通下，吼、哦，倒到互你无底通下啦，吼、哦。啊，所以吼、哦，伫即款个经营个下面吼，伊咧强调迄个时啊，所以吼，咱无得断手上第一时啊，吼、哦，即、這个人虽然伊，你著感觉伊做真济歹，吼、哦，应该，吼、哦，盖好出去吼，发生啥物意外啊，是安怎吼，即咱拢无应该安尼想啦，因为咱若安尼想个时阵，咱就只手达上第一关闭。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时，时还袂到吼，上帝就袂执行这样代志。当是时若到，啊，伊就爱承担所有的，是好是歹，好的就入去苦库，歹的就迄个外口互火烧。啊，这是现在咱伫这个耶稣的譬喻中间，乃当听到的啦，吼。啊，所以吼，这个三十一节，当是圣人的中间有一寡信的吼，就讲基督来的时，啊，伊所行的真正。点袂通比即个人佫行佫较侪，就是讲任何人吼，无人会当行比耶稣所行的真耶佫较侪啦吼。啊，这是一个正面肯定的话。但是现在法利赛人听见证人吼，为着耶稣安尼纷纷议论吼，这一头甲这些法利赛人就提献这些提议，啊，要来捉拿耶稣啦。啊，真出名啊！但对咱耶稣讲哦，讲我还佫有无偌济的时阵吼。甲通甲恁大家比咧，以后倒转来，以后就倒转来摕我来，以后就倒转去到摕我来迄个所在去啦，吼。啊，恁要找我吼，却找袂着，我倒要去诶所在吼，恁也袂通到啦，吼。啊，犹太人吼就彼此问讲，啊，即个人讲要往哪里去啊？通互咱找袂着，啊，敢讲伊要去往啊？伊要去诶，迄。山大啦，吼山啦，山大伫希尼尼，甲这犹太人中间的代价是希尼尼人嘛。后来这个所在讲，啊有遮个酒店官啦，吼，啊讲遮个祭司头法利赛人吼，提人开始要掠耶稣啊，吼，啊总之吼，因唔敢掠伊啊，因为耶稣的时还袂到啦，哦，啊所以吼，迄个三只讲耶稣讲，啊恁还佫有无偌济时阵啊，吼。伊渐渐知影讲，迄个要掠伊吼，迄个时已经渐渐咧逼近啊，所以就开始甲因提醒讲，恁存无偌济时阵会当甲恁做伙啊啦吼。啊，因为吼，我倒要去的时阵，恁找袂着，啊，因咧就讲伊倒要去的所在吼是啥物所在，敢讲得个五十三十五十啦吼，敢讲要你踮伫迄个希利尼甲犹太人迄个所在教字的吼，这犹太人听着耶稣咧讲吼，掠准讲伊倒要往的正字吼。要往遐个城市去啦，吼、哦，就是要往遐个外邦个城市迄个所在去啦，吼、哦，对比较因会找袂着安尼啦，吼、哦。啊，对哦，这是因用人个想法啦，吼、哦，用人个想法。啊，伊咧讲找袂着，就是讲哎，伊已经上天啊，吼、哦，伊已经上天啊，到迄个时阵，因要找嘛找袂着啦，吼、哦。啊，三十六节，因讲个字吼，讲恁啊要找我吼，却找无，啊，我倒要去个所在，恁嘛袂通到。啊，这个话。啊，是啥物意思？所以吼，即个学生吼想拢无啦，吼想拢无。啊，这毋是干呐，因想无吼，伫伊要种一支鸡进前吼，伊嘛有甲即学生个是讲即个话啦，讲共款个话。吼、哦，我要去个所在吼，恁袂通去啦吼。啊，我去吼，若我即摆真去，我是真为着恁陪伴所在啦。吼、哦，啊，我若去为着恁陪伴所在吼，就的确去带恁去啊。吼、哦，我就要带恁去。啊，对吼，一站一站吼，即个所在讲，哎，啊，恁去个所在吼，恁毋知影。总之吼，后站迄进入到伫即个要种植物个时阵，啊，即个啊，耶稣就甲因讲起讲，我去前为恁陪伴所在，我既然若去为着恁陪伴所在，就是要阁带恁阁过来迄个所在吼。啊，所以咧讲陪伴所在，就是咧讲起将来永远个正果，吼，就要过来带咱到伫迄个将来永远个正果，迄个所在甲主做伙食去。啊，即是咱每一摆即个告别节个中间吼，加减拢会提起，头下拢会提起个所在啦吼。啊，三十七节这期个末日吼，就是重大个日，耶稣就徛来讲，人若嘴巴就通到我即个所在来啉啦，吼、哦，因为信我个人吼，伫亲像圣经个要对伊个腹内个面流出来，迄、那个活水个江河来啦，吼、哦，要流出迄个活水个江河，流出活水个江河，咱会记哩，啥物所在有讲出来，讲着。约翰福音头前啊，你个古井内面抽个水吼，会啊，啉了过会醉。当讲真哦，我即个所在有活命个江河吼，迄、哦、一个六章三十五十二时阵有遐迄个耶稣吼，
甲即个寡妇啊，即、這个高病病的负责人讲的即个话，吼、哦，留出即个活命的工人吼、哦。啊，人啊到我即个所在的吼，啊呐，永远袂退单啦，吼、哦，永远袂退单。这是伫以赛亚书吼，啊，第四十四章第三十啦，吼、哦，第四十四章第三十，咱来看卖。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三十，即咱若咧有咧读经文啊，咱现在会读到啦。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十，伊咧，我讲伊咧。四十四章第三十。哦，四十四章第三十。四十四章第三十啦，讲啊呐。我要将水，因为我要将水。因为我是亚利的上帝吼，是伊这。四十四章第三十，我就谈了来。因为我将水吼灌阿弟最大的人啦吼，啊灌阿弟去这个大道的所在，我要将恁的灵浇灌伫遮个户下，恁的福气吼要浇灌伫恁的子孙啦吼。啊，所以伊咧讲这是这个活命的水啦，吼。啊，四十四章，另外四十三章第二十段吼，伫旷野走就也袂尊重我，这个野兽。哎，野狗甲遮个鸵鸟吼，也袂安尼，因为我旷野有水，啊，伫沙漠有河，通将就予伊我遐百姓的全民通啉啦吼。所以吼，对我即个所在，无论你伫沙漠，无你伫旷野，拢有迄个水线吼，拢、哦、有迄个活命的水线啦吼，会当倾到伫永远活吼。这是耶稣倒伫咧所在咧，甲咱标志的啊，有水吼。哦啊，就表示这个灵，啊嘛就表示这个啊永远的活命的这个源头了哈。啊，三十九节也都讲大这个话，就是基啊，都讲这个话是基遐真真意的人，会当接受圣经讲的。迄时阵的神哈，圣灵哈也未出来，因为耶稣也未得到荣耀啦。咱知耶稣正正将主圣经落来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啦，吼，恁着当耶稣在恁听吼，啊，正经啊来，就当恁着要得着应许，啊呐，要对犹太、撒玛利亚，哎，哦，到伫当地吼，到伫地极，啊，通为着我来做见证啦，吼，啊，这有正经讲恁在咱多过尔吼，牧师这边无特别用的正经讲恁在即个经文哦，甲咱同家来分享的吼，来，这是即个六章。第七章三十九节，啊，咱从几分钟吼，咱来甲讲好了。正人讲四十节，正人讲大只的话，正讲大了，只的话吼，有诶讲这真正是迄个真理。啊，有诶讲这是基督，总是也诶，有诶讲基督兼是对家己而来嘛。啊，兼是记载讲代笔诶号下吼，是对代笔诶本乡笔而行来嘛。诶，即个所在有提起讲，即个。比赛啊，对德里赢啊！比赛啊，对德里赢是记在什么所在？咱前两日拢会讲着，亚多安尼哦，玛利亚安尼真因压变啊，真因变的时阵吼，来到什么所在征战？来到德里赢哦，啊！这德里赢哦，是根据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你家做第五章第二节讲，伯利恒伊话他，你伫犹太的这个城中间是上帝，拢是将来要有一位对你迄个所在出来，有要伫伊这个中间对，为着我对掌权的，伊的根源是对盘古、太初、起初、根基头就有啦。哦，伊的源头吼是对自古吼盘古啦吼，对。
这个从起头的时阵就有啦，尾是对鼻翼炎迄个所在出来啊。哦，啊，最后因为讲，哎，也过要出一个哪吒，你哪会可能会当真做基督？啊，总是因无去知影讲，哎，这个中间的一个脚踏石，就是要去报户口。啊，报户口吼，行到半路无地通住，伫什么所在出事？鼻翼炎啊！哦，啊，你鼻翼炎出事哦，这真正是。真厉害哦！正经讲鼻炎出事，啊，伊阁毋是鼻炎的人呢。啊，竟然是前段的时阵就鼻炎。啊，这互我想到吼，最近这个看到，这个伊这个军队哦，甲巴勒斯坦、甲巴勒斯坦吼，咧招台的时阵，哇，有够厉害啦！哦，家己通知哦，我当时要甲你拍，拍对一栋哦。哦，啊，第一段就拍着对一栋，啊，第二段拍对一栋，第三段就拍着对一栋，啊，拢拍着因的四维波。所有的事情看拢记得来，这有够厉害！讲要对东平入来，对东平，这炮弹要对东平入来，对东平的窗仔入来；啊，要对台门、台平的门入来，对台平的门个；啊，要对顶的顶管落来，对顶管落来；要对下底爆炸，对下底爆炸。好，对吼，这炮弹的话，拢讲到这阵来，从何凤至从地话吼，也拢较准。哦，从地话还较准吼。啊，你看卖啊，这只吼，过路尔呢，啊，真正就伫里啊出事。讲个是过路，啊，总是吼，这个李家都伫公元前差不多六百年，六百年就已经清清楚楚讲要伫变形啊。所以正经的话语吼，互咱会当伫这个所在会当深深相信啊吼。伊所讲的话吼，拢是根据上帝啊的启示做出来啦吼。啊，所以伫这个变形的所在吼。啊，要出示这个基督啊，是救济不能拯救的吼。四十三十对安尼证人，就因为耶稣起了纷争了吼。啊，其中有人要冲凉伊吼，只是无人敢下手了，因为大家拢掠准伊是前边吼，都无人敢下手。迄个时因啊，算也未到。四十五十提亚吼，对到祭司的所在法利赛人遐吼，啊，伊对因就甲提亚讲，哎呀，你哪会无带因过来啦？哪会无带耶稣来掠过来？啊，四十六章，提亚就应讲，讲向来就有人亲像伊安尼讲话啊。即个提亚吼，唔敢掠伊啦。提亚唔敢掠伊的原因吼，唔是讲即个法利赛人会当安尼，会甲因反对，会甲因阻挡，就是因家己本身嘛感动着啦。因家己感动着是啥物？讲，阮到今为止吼，加减减吼，听见即个法利赛人，也是讲经老师咧讲解摩西五经，啊，总是无人讲话当亲像伊安尼啊。所以地教吼，因嘛政治也是将军啦吼，所以唔敢掠伊出来。啊，所以法利赛人第几啊七单吼，法利赛人讲恁是受迷惑的。啊，这官长吼，甲法利赛人吼，兼有咧真理的吼。啊，这个总是这个无明白律法的背景吼，是受咒诅，这是这个官长咧讲的话啦吼，讲因是受咒诅的啦吼。总是五十单吼，出现一个人。啊，来，这个人咱捌伊啦吼。讲台中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就是早前去见耶稣的，对伊讲，无听伊本人的口经吼，唔知影伊所做嘅代志，敢讲咱的律法，还佫定伊的罪嘛？哦，因回答讲，啊，你嘛是出自加利利嘛？你查出看咩？就知影讲加利利无有出过真理啊，因的真理拢一直甲当作伊是加利利的哪达力个？哦，啊，总之吼，这个时阵的尼哥底母吼。伊伫暗中咧军队住，当时暗中军队住伫军队住，暗中哦，当咱耶稣主要伫迄个所在安尼人出来证明，耶稣讲讲你若人嘅面前哦证明我伫白上帝嘅面前就要证明你啊，所以哦，你不甲你丈夫哎，你个弟妹哦，你个弟妹甲你婆甲你大老母甲人做咩？你个弟妹哦，伊在这里做阵，伊在出来讲话啊。虽然是暗中军队啊，当是要紧的因头的时阵吼，伊咧照一般的讲法啦。咱伫正咱伫咧，你无来到门口见啊，大家对话，啊你安尼就要看人的罪哦。这伫我落落下来，是无用问是唔对的吼、哦。这是土匪啦吼，这是土匪部啊。对于伫这个所在点出这个代志啦吼。啊，最后这是规卷内面吼，互咱看出讲，伫第六章、第七章中间吼。啊，一直那拢伫坐伫即个话题啦，就是讲，伊就对上帝迄个所在体内，啊，伫即个中间，伊个内面有迄个永远的画面吼，水泉，所以六章第七章吼、哦、是有连贯性的吼、哦，啊，对即个
五饼两尾鱼延伸出来吼，对你讲五饼两尾鱼哦，伫四个基本福音书拢总出现吼，伊个重要性甲伊个原因吼，是伫倒个啦吼。啊，所以约翰吼，伊这是真啊注足，较早以前啊注足个，较毋是讲断句。啊，所以伊就对这个五饼两尾鱼的这个真实去论述这个真像董事长的故事真合啊，吼。用故事真好，我爱复读论文哦，嘛用故事真好来论述，我爱吃苦工作啦吼。所以哦，讲到嘛较侪故事啦吼，这是较有完整的吼。后来这是咱的第六章、第七章吼，今日做读的，咱有啥物款的问题来？锁定的。来哦，开放口音，哦，要口音的人爱把你的麦克风点掉，哦，你嘛切口点掉。要是你要问问题啊，哦啊，七哥都嘛点掉，哎阿伟，哦啊，你可点掉啊？哎，会使问啊？来哦。哎，我叔我，会使你给你请教问题无？哎，来请，来请讲。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对。啊，迄个当时法利赛人甲迄个犹太人的官。是赶紧要抓耶稣嘛？对。啊，是安尼，这个尼哥底母就捌甲耶稣安尼亲去讲话，啊，伊也有法度好行出来甲大家讲这件代志哦。对。有咧惊啥物？尼哥底母担心啥物？对。这吼。这要让你知影一下，这迄毋是犹太人的官要抓犹，迄个耶稣啦，是这个宗教领袖啦，是这个宗教领袖要抓耶，迄个抓耶稣的，并毋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吼，因是做因咱像迄个地方自治啦吼，这以犹制犹啦，用犹太人啊来管理犹太人，啊伊内面就转伫迄个看做。迄个管理的迄个内面的委员，也是讲议员啦吼。啊，总之吼，这个中间吼，有伊的影响力，会当影响到伫遮的宗教领袖，所以伊甲遮的宗教领袖提醒，讲恁无掠伊来问看卖啊嘞，大家来对视者，恁按入要定伊的罪，安尼敢合宜？吼，这样讲起来，伊是真勇敢，有跳出来甲遮的宗教领袖，伫迄个所在，甲伊表示。啊，这个无合宜的所在啦，要掠耶稣是无合宜的所在。吼、哦，这阵并不是犹太人的官要掠，是这个宗教领袖吼，这个祭司头、经学师，啊，甲这个法利赛人，因这个人吼、哦，都无要害耶稣的。吼、哦，甲这个官员就直接无关系啦。哦，官员有关系，是因为这个宗教领袖转到罗马帝国迄、那个比列多迄、那个官员。啊、哦，迄、那个官员才有接到迄个官的关系，啊，若无一直拢是这宗教领袖的人，咧准备掠耶稣、害耶稣，啊，要把耶稣害死的，吼、哦，唔是这官啦，吼、哦，唔是这官。哎，谢谢。好，感谢主。要无，是今个到要讲啥？无，伊个是把迄个卡米拉。拍出来，哦、大家会使把卡米拉拍开了，无要紧啦。哎、欸，只要，哦有啊，是了了。来，是了。来，较大声了哦。我无要讲啊。哦，无要讲啊，来。哦，无要讲呢。即嘛献身了尔啦。好，献一个身呢。即两只拢在落雨呢，外口搁在落雨，感谢主。哦。是嘛，咱礼拜了拄啊。早经了，拄啊大落雨啦。嗯，一人解决啦，雨水来吼，疫情就走啊啦，把遮个霾菌拢甲冲走去啦。阿妹。阿妹。哈哈哈！我来啊，啊，基本的疫苗我来啊，拢来啊。拢来啊。哎。拢会一人交臂啦，嘿。先调过来，先调调。嗯。若无咱请现场的这个特勤技师来带咱指导。啊，你来这边，因为你的声音已经出来，你来这，哎、我这啊较大声，是吧？哦，无你遐从来滴滴滴，你到这，啊，哎，好，我到边再听。无你来听，咱我后边才有电镜头，来，啊，大家记得，哎，大家有在看。不可
较过来，我去。过来来，来，行来我后壁啦，带会当伫镜头，互你，你着啊，大家看下你，来。啊，我亲爱的尊辈，我真正感谢你，你为阮咱万人来祝福，互阮有一个遮好诶所在，遮好诶时机，有遮好诶各种诶万米来应祈愿。我嘛感谢我所信诶耶稣基督。有阮代表处事为人，兼做对事崇拜的指导，较疼爱，安尼一切会当会当来都引带阮，互阮的官员、众百姓以及咱周围的人，伫即届的疫情免得恐慌。平安顺遂，我安尼祈祷是出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大家会当开机，互相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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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后礼拜讲叫韩老英第八章。哦。我是问一个问题哦。好，来。圣经的作者吼，也是写吼。伊了写咱这西门有几个西门，是毋是？这个圣经有影响咱汉人做迄款来想要推广传内面，嘛就是西门。啊，这个西门，迄个西门，啥物关系，还是迄个伊也是读对圣经，还是啥？变作讲，嘛即把这个西门写落去，较出名。蔡奇的名吧，蔡奇的名对啦，这西门哦，西门应该爱看卖看伊的原点是啥物意思啦，西门吼，爱看伊的原点是啥物意思，啊对吼，伊这个咧号名的落下吼，拢是根据祖先的名来号的啦，因为祖先有人号这个名吼，因才号这个名。嘿，所以你会想在讲啊，哦啊，凡五百年前共一个共一家啊。啊，对吼、哦，对五百年前传落来吼，西门啊、彼得啊、安吉尔啊，包括约瑟、耶稣，哎，种太子啊名嘞。太子啊名，我即下就是咧讲，咱即个圣经是一条连条呀，咱翻译叫做汉，咱即个汉文，啊，是毋是即个翻译者啥，有对即个西门较有即个敏感度，啊，无像咱中文拢甲翻译做西门，阿咩？也是应用到咱的迄古代历史的材料，有不是？这吼，这我就是甲迄个传教士咧翻译的时阵有关系啦。哦，甲传教士咧翻译吼，翻译做啥物款的中文哦，啊，伊有一个统一性啊。比如讲，咱若外国是了啥物迄落，哦，是讲迄落 COVID-19 吼。系啊。啊，咱就一个共同的名词吼，对咱若用咱台湾这个国家，就是叫啥物？哦，啊，川普即总统会叫做川普，哦，啊，毋是叫做特普，有诶讲啊，叫特普总统。啊，川普，咱着通常翻译着是翻译做川普。哦，啊，所以若讲诶即个名吼，迄种谐音名，迄种谐音名，嘿。我今仔就是咧讲，你翻译即中文诶圣经诶作者可能安怎？你看到咱较早诶历史啊啥，无啥翻译诶作。你讲正文强硬，迄无共啊吼，迄无共啊，汉文迄，迄完全是无共，无共意思个。诶，像阮舅啊，大舅啊，伊号做西门，诶，啊，伊就是大哥，啊，但是毋是迄号做领导出来大哥，啊，拄啊，迄号做义大哥吼，义文清大哥嘛有入来线上个地方，买台人厝，买台地走出来，诶，哦，啊，像这伊嘛号做大哥。啊！但是伊甲阮舅仔拢是，领导出来大哥，哈哈哈！要猜啥物啦？讲开，三。我就是讲这个，咱即摆写个圣经啊。伊应该无学迄个，伊迄照迄个，伊遐做好多，希腊文来翻个音啦。伊圣经足侪拢对遐做希腊文、阿拉伯文吼，遐个都迄个字就是迄个，都西文，都西文啊。你若袂记啊改，袂记啊改。所以人家翻作汉文的时候，嘛照迄应该是安尼。你无可能搁把往过、六过拢改作西文，应该无安尼啦，无安尼才对。对啦，所以这以音韵的关系啦。啊，可见圣经伊嘛最少有小可样，混合着咱
当人的事情，当然咯。哦，啊，因为当人的这个吼，对于当人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这一定的啊。对对。嘿，迄不是犹太人甲咱翻译的。嘿，是犹太人翻译的，所以是咱当人甲翻译的。这文化上不发达的代志，就黑人吼。嗯。伊拢讲啊，以前啊，拢把迄个耶稣创出白话，那也把耶稣创黑话。嗯嗯。哦，啊，这嘛是原因，就是有这文化的纠葛啦吼。对了。但咱都会使接受啦，这拢拢对。我安尼足顺时的，大家知影讲袂使。诶，这样袂记啊。伊迄个吼，即款拢足顺时的。诶，这样拢袂记啊啦，诶，也好。好，平安。平安哦。拜拜。平安，拜拜。很快点，刚好有几个热心，再拜见点就。这愈来愈清楚。诶，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清楚。嗯。啊啊啊！无紧，这要完成啊。